这个出生点比上把的要好一点，因为双十一，双十一哇，就是个前锋哎，就是能追的人，对，能追。当然前锋有一点不好，你追不到，那祭司大盾就起了。哎，确实，你这边板子一下，直接一个加速，但是加速位置有点逼近了，要逼球了，自己逼了自己一波球，自己交了一半。小唐带的是个传送啊，天赋上带了挽留加风窗，因为这个图你不带风窗的话，小唐给你无限绕，基本上是的，而且已经夹到了，两下了。哇，这个夹的速度很准，好吧，熟练度是一点都没放下呀。对，就是低保这个雕刻，对，这里又一下，又夹了一下，得交完了，这波球不交完没了。但是你交完了，下一组雕像一好，你这个球没球怎么躲？是，而且这边是一个快翻爆点，被低保察觉了。主要是双十一这个点呀，你想躲夹很难，因为它毕竟地方比较狭窄，你要溜到这个点，他也不敢翻进去，翻进去就吃夹。是，就交互点太多了。你要是对一些什么帮帮其他的，对吧？或者说女巫种单刀流，我觉得翻板没啥问题，翻了一下一个板弹走了。对，但是你翻的过程中他就能夹你啊。对，帮帮还要等个二秒二连炸的。是，你看这就是唯一能追的一个前锋，真被他追到了。对，那迪宝心情舒畅，看看风景。这一波需要野人来卡，野人卡了不就卖掉？得卡，是得卡。这里卡的话，可以让雕刻没有那么快开到二阶。他这么早骑出来，那就要卡半旧了。不至于吧？你不卡的话，你现在想要、这个、他就想卡头救。他其实有猪还是可以卡满。对对，他卡满得救，不然的话他卡满不救，他猪是直接没掉的。对，他这波必须要救一波。嗯，猪上的有点早了。对，想拱一下吗？这拱不拱呢？这低保可能也在骗他拱、啊，你拱一下我白拿一点存在感。他好像拱了，但是没拱到。不至于啊，没拱到，我看到那个猪 CD 了。哦，确实确实，那有点尴尬。也算是骗回来，骗回来，对，就战术骗回来，少给一点存在感。对，哎，这波要救的，不然你一会儿猪不救吗？不救掉了要被夹的。对啊，你不怕猪被针对吗？哦，直接选择自己下了，也不打算浪费这个时间，因为万一追猪打一刀，真给他撑个三十秒，对，再上个猪就亏了。他主要还是怕救下来还能再上，因为有个佣兵嘛，怕救下来还能再上猪。这波想夹护腕没有夹到，可惜了。这里佣兵牵制进了大船，哎，这里有一刀的机会。夹一刀直接秒掉佣兵，这怎么敢走这么狭窄的地形啊？佣兵哦，护腕还交了很多，这一波哦，钻大洞再打一刀吗？二阶开了呀，舒服。对低保来说节奏续上了。对，那求生者方也没有人去摸这个佣兵，节奏续上了且不说，二阶还开了。是的，而且他倒的那个位置在小木屋，可以稍微管一下海边佣兵的遗产。对，这种局对于雕刻家来说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四抓局。这里边走边看，刚好佣兵是被一棵树挡住了。这波野人过去卡了一波，没有选择救，我觉得还是挺亏的。对，主要是还是其他两个求生者都修得比较慢吧，然后佣兵第二波节奏也续得很快，就是基本上跟刚才的机械师差不多的一个时间啊。对，而且佣兵还交了三个护腕了。是的，而且下一波过来二阶雕像一开谁都不好救。你鸡都修不了，一是鸡都修不了，二是一会儿过来人他手里留两组雕像你不好救人。先一个分裂先砸到祭司一下，然后再干扰一下嘛，只要现在不修嘛，密码机械斗对于监管者来讲非常舒服的。那现在三个求生者，一个在椅子上，一个骑猪赶来，一个在被雕像干扰，就没人在修。对，头痛头痛。那现在不干扰也只有一个人能修嘛，而且下来以后佣兵牵制不动了，你不像说有三四个护腕的佣兵，他也可以打针对啊。对，他不敢，有的时候雕刻家他不敢说把这个佣兵放出去，他只能打针对。但是你现在只有一个护腕了，是，而且雕刻家二阶开了，所以说他这个时候就可以摊。又撞到祭司一下，那这个祭司也是可以成为下一个突破口了。对，传送也好了。对，就看你救不救嘛，现在要不要逼一下这个猪猪人？那救肯定要救了，这波不救没办法了。对，他就逼他赶紧救。不要让他再卡佣兵的一个状态了。不着急，等雕像吧。你卡显现，我等雕像呀。对呀、我可以慢慢存嘛。你这边怎么都要给一刀，想过去怎么都要给一刀。这个位置冲刺拦了。哎呦，打下来了，时间到了。他没有注意这个冲刺是减猪时间，加上拿了一刀，直接把猪打掉了。掉了这个一个分裂，把野人给关倒在椅子面前。完了。那这把感觉四抓回来了，对，应该是什么比分扳平，这局可以先不管野人了都。对的对的，反正手里有个传送，他只要起直接传过来，都不用传，等猪嘛，你上猪，我等你猪消失，对，慢慢我先丢坟场，比你猪再传。对，那这里先
用坟场定位一下，看能不能找到祭司。一个分裂很细节，但是没有那个没有在范围内。是的，超过了分裂的距离。所以说找不到。这边慢慢开耳鸣，因为他知道刚刚大门是开了，所以说他选择先往野人起了大门附近排一下吧。排不到应该就是在先丢坟场去看看呢。果然先丢坟场看了一眼，但是并没有照到野人。他现在不确定野人是自己起的还是祭司把他摸起来的。对，不过现在如果看到祭司的话，看到小船的密码机在抖了，对，那就知道是自己的了。是，他也不着急嘛，那祭司也是一个半状态嘛。现在有二级的雕刻家，追谁都比较好追，都非常好追。对的，两个人磨三台密码机。这个场景 DNA 动了， DNA 动了。那再先交一个坟场，应该是先把野人给逼上猪。对，直接上猪。 OK， 那收了。你下来你也不敢修，敢下来必须要等一个猪的 CD。 那你现在挂机了呀，你就挂到你的 CD 好吗？对，30秒嘛，你挂30秒，那我这30秒白追。白追下来了，这里再打一个洞。哎，反砖。但是低保刚刚被卡了一下模型。不被卡可能还真给他反转成功了。是的是的，不被卡可能就钻过去了。对，这里再丢一下。你看他只敢在船上等 CD， 他不敢下来。一波分裂还是超出了距离。再慢慢排嘛，基本上进入了一个监管者试抓时间了。对，就跟上把黄衣一样。是的。那这把如果低保四抓回来的话，反正大比分上是打平了。但这把其实有个野人嘛，还是有机会创造奇迹的。他可以在船上硬拖，是有，对，是有一个机会点的，但是比较难。因为你猪再猛，你也有一个 CD 时长嘛。对，也不是无限的，还是得抓到监管者的失误才有可能，才有一点可能。这要两人打个配合，就光靠一个猪是不可能的。是的，先排到了地窖的位置。那边也不敢起啊，起了就直接传送了，倒在密码机边上。应该要爬一下，不过他有洞，那洞他起来可以打洞。对，哦，冒乌鸦了，坏了，坏了，但是有猪，猪好了。是，这里上猪，上猪应该是能砸一下，这个位置加速还没有起，砸一下还敢往狭窄地形走？哦，哎，这如果再砸到了，再打下来没有打到？哦，打到了，打到了，打下来了。是的，祭司直接交志旗，这里雕像很多啊，直接一刀那倒了，没志旗。那祭司打了一个提前洞，应该是不太敢修了。光一个祭司想溜一个野人的血量是有点不够的。我觉得祭司可以苟起来，苟到一个角落，等到雕刻来追自己了，再起大洞给野人再钻回去。是，但是但是雕刻家他有个什么？他有一个传送，对，而且他有相应坟场，这也只是一线生机，大门没有密码机了，大门没有密码机，感觉是。最后的操作方法了，他有坟场嘛？你钻过去了，擦肩而过，对，还是能看到。再来一个洞，这波有没有可能再反钻呢？地堡，再等，再等。要觉得他可能会反钻，对。这样祭司手里还剩一个洞，应该还能再绕一圈。哎，这边为了躲雕像，但是被砸到了。是的，这野人的话也没有志气，没办法。上船这个点感觉是一刀不动了，一刀，哎。没有出，感觉高窗刀有机会打到的。对，但还是求稳，不着急嘛。这边还有一只雕像，应该是直接翻的话就会倒。对，不翻吃实体刀嘛。是的，那这把应该也是成功还了一个四抓。是的，是的。第一把双方打平了呀。太激烈了，太激烈了。第一把上来。